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三位的超级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罗碧玲小姐、苏艾伦小姐。哎呦呦呦！掌声鼓励，掌声鼓励。三位，我们能不能往后一格？哎，是，因为那个哨子吹了八年了。是啦，怎么吹了八年了？那说实在，今天来这边啊，你们绝对不能考我一些比较时事最近的问题。我太难，你不在国内。不是我不在国内，我每天都在国内。可是我现在，我以前大概最晚大概三四点就要睡觉了。哦。可是现在我都很早睡。不是，今天出的题目就跟你有关系的，请问什么牌子减肥药比较好？没有，我现在早上六点到六点半才能睡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家现在有偷报贼，因为你知道我们做艺人一定要阅读影剧报啊。有人来你家偷报纸，然后我就我家订四份报纸。你为了一份15块的报纸，每天守到六点多。我订四份报纸，那四份报纸他就每天来偷，每天来偷，每天偷，差不多有60块啊。已经为了赚，哎，不少。不是，我很懒得再出去买报纸，气不过。我早上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出去蓬头垢面，穿个睡衣就出去拿报纸，然后完了就去蹲马桶，对不对？啊，是。这种感觉不能被打乱。所以呢，他因为他被打乱，没有这个报纸，他就拉不出来。对，所以已经有6天了。一个少女，虾米郎公少女就不会便秘了。那我很生气，然后所以我变成现在送报的每天来，我就你要先按我的电铃，按电铃。我一听到电铃声就赶快冲出去，先拿了报纸回去才敢睡觉。哎呀，这演艺圈里面呢、啊，真的像那这么又主持现在节目 ，cable 里面哇，那个太厉害了，还不错，全 cable 第一名的节目哦，人又长得漂亮。又真的是很爱家，长的女艺人在演艺圈里面很多哦，但是，哎，准备考试了，用力化，预备，300秒开始。哎呀，罗妹妹，你的身材这么辣，可千万别印证了胸大无脑的成语哦，你得好好加油喽。打电话啦、啊！这不是张飞吗？不打到他的那个谁吗？那是打到他的助理。好，赶快来打电话。哎呀，天哪！你只答 对，而且都答不完整了。其实平常讲啊，罗美美这一份考卷是最难的。对，真的是比较。我打给超级星念制作人，看他能答对几题。才姐，对，才智平小姐。喂 ，Angie 啊，罗美啊。哎，西方孔子是谁啊？什么东东啊？西方的孔子是谁啊？西方孔子有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苏格拉底，真的呀、啊！我们在录影啊，你在干嘛？啊？我们在录影，我中线啊。你管我在干嘛？啊？哎呦，彩姐！哎呦，你在干嘛呢？那你管人家在干嘛嘛？大便就说嘛。人家做什么事情也不关你们这些人的事啊。啊？什么？没有了，没有在干嘛了。对呀、啊，也不想我。对呀、啊，我在上班啦。想我你就扣我，好吧？哎呀，他说你这个人没有定性了，懒得理你了。啊，干嘛啦？有空我就来上节目啊。哎，才啊，哭和笑有什么不同啊？什么东西？哭和笑到底有什么不同？共同点的地方。哭和笑的共同点啊，都是喜怒哀乐之一。都是喜怒哀乐之一啊、这个答案很没有创意。啊，共同点就是自己想嘛，这再这样再问脸部肌肉，脸部肌肉要运动的一种啊，你要问他这个。圈内啊有传那个摸爪记的是艺人是谁啊？有两位是哪两位？圈内有对呀，就是摸爪记的两位。老婆年纪比较大的是谁啊？她老公就是那个夏玲玲跟曹启泰啊。对，夏玲小姐还有谁？曹启泰、曹，还有老婆年纪比较大的，老婆年纪比较大的还有谁？想不起来了。想快，再想一下嘛。好了，够了，再问别人好了，够了吗？已经到了，差不多。彩姐，谢谢，好，不客气，继续忙了啊。OK， 好，谢啦。好，郭子干还要换电话哇。他到现在还用水壶的那一种大哥大，你看，我们大家都是手机摆在外面会不会被偷啊？后来他手机掉在外面3天3夜，回去捡还捡回来啊！哇，刚刚废电器丢在那边。喂，小郭。哎，罗美。哎，你们昨天课宵夜课到几点？昨天课到几点才回家的啦？昨天啊。昨天3点吧。
狗屁，我走都已经三点了。对呀、啊，小郭，你不要哈啦，我中线了、啊，你在，我们在录影啊。哎哎，小郭啊，我问你啊，那个八国联军是德意日美法，还有哪三国啊？德意日美法，二德法美日澳英呢、啊？二德意日美法，英国。我跟你讲，最难记的就是那两个例了，意大利跟奥地利。对啊，哎，我再问你啊，那个台北最长的一条路是什么路啊？延平北路啊。是吗？我们学校在延平北路九段呢、啊。九段啊！哎，那你很厉害，真的耶！哎，我们圈内有谁娶老婆？老婆年纪比较大的，不，年纪比较大的，只能问你一题而已。我们已经给你问你，闭嘴！小郭，小郭谁？哎，谁年纪比较大呀？小郭，什么东西？谁娶的老婆年纪比他大的？娶的老婆。夏明跟曹启泰，还有谁呀？还有谁？我掌握最后十五秒，真想不起来耶。叫前辈们。哎，我跟你今天讲这个窦唯，你闭嘴啦！你吵死了。日前有一不法商人冒用窦唯的名字出了一本他与王菲两人之间的恋情，请问书名是什么？好，我们节目呢就在这个段落当中要先跟他暂时告一个段落。书名是什么？让他们先聊天一下，我们为大家书名是什么？哎，你知不知道？赶快翻今天的报纸，今天报纸好像有啊。还继续问呢？书名呢？哎，窦唯口述消失的影像。消失的影像哦，干脆窦唯漱口啊，那窦唯悲欢沉浮化为化尾为，这什么怪东西啊？怎么突然念起奇怪的东西呢？真的有这本书吗？对啊，悲欢沉浮化尾为啊。好，时间到，掌声谢谢。好，谢谢小郭，谢谢，谢谢。好了，马上要来看答案了啊、哦！这个西方孔子之称的是谁？苏格拉底，两对日前传出一起过夜，一起过夜。我们不知道好了，不要这样讲出来了。那你写的是真还有丁？哎呀，还有吴宗宪跟陈孝萱嘛？我怎么可能、啊？对不对？还有啊，积极跟那个谁啊？积极跟那个郑伊健嘛？对不对？还有什么？积极郑伊健嘛？你跟孝萱嘛？胡说，答错。哎，我这怎么会答错呢？这不能。积极跟郑伊健对不对？对。好，那成龙跟他那个怀孕的女的对不对？哎，对。对吧？这两集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写答案。我来不及写嘛，积极嘛，郑伊健嘛，对不对？够了。成龙，怎么今天大家都很爱来这招啊？八国联军，我没有。德意日美法奥俄英嘛，哈，就对了哈。消失的影像应该对了吧？竟然是对的，对吗？窦唯出了一呼喊，笑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就脸部运动。两个字的笔画都是实话。实话。好，拍谁？好拍。两位曾经拍过全裸。徐锦江啊，还有那个任达华。哦，对。罗文啊，这个不对了。哪一条路最长？延平北路。真的。对。举出两对圈内传播的夏玲玲曹启泰。还有跟阿郭结婚啊，李朝勇跟周游，哎，那是制作人，怎么可以算演艺人员呢？还有那个陈莎莉啊，陈莎莉跟车轩，对。好，请问小熊维尼最喜欢吃什么 ？Honey， 蜂蜜，对，就不对了，蜂蜜。打高尔夫球，打篮球的那个，后来他爸被干掉的那个男的，不是 Jordan， 不是 Michael Douglas， 麦克道格拉斯，对，这也不对啊。你很爱打勾，伟杰哥。1 2 3 4 5，好，恭喜获得50分。